老师，我们就来分析看看哪些手面相的人哦，口才反应特别快，嘴巴呢讲话好听呢，神采莲花，然后得人喜欢，而且会把人家弄得很心花怒放哦。所以呢，如果你的口才好呢，反应又快呢，其实真的是人见人爱。来看一下你的手相呢，有没有一个社交纹，就表示说你在社会上啊，做人处事上啊，特别会交朋友的这个纹路。那这个纹路呢，首先呢就是要看你的小拇指哦。如果你的小拇哥呢比较长一点点的，然后呢你又有两条的感情线，好，感情线如果有两条，代表就是说你的人呢做人感情很丰富，你对人呢都是充满了很多的热情，你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好温暖哦，跟你讲话感觉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的感觉。那如果呢你的小拇指呢比较长，要多长才叫长呢？如果你的这一个跟食指的那个顶部的地方有跟无名指的第一个指节切齐或超过的话，代表就是说你的小拇指比较长。我们的一家的小拇指有切齐嘛，跟第一个指节刚刚好。对，代表就是说呢，你的是蛮算长的。好，那展元哥的也算切齐，哦，也是蛮长的。那这种切齐呢，或超过的话呢，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呢，他这样的人呢，他比较不会怕陌生。他该展现自己的时候呢，他会去尽情的展现。那过短的人呢，小拇指过短的代表就是说他很宅，很多事情呢他很怕尴尬，因为怕尴尬，所以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唯唯诺诺的，然后不太敢表现自己。所以该表现的时候呢，人家会觉得他很烂惨，因为他表现不出来。是，所以像这样的人呢，你拥有这两个特征的，代表就是说你比较会交际应酬，在社会上呢，你比较可以结识贵人，或是有很多人会帮助你。第二个呢，就是很会说，但是也蛮会做的，能言善道文哦，就是这种两条智慧线要并列在一起的。两条智慧线呢，代表就是说这样的人呢，讲话是非常非常的有内容，而且呢，他可能只要读了一些书，他可以把这些书的内容呢，转换成自己的文字跟语言，然后来传播给大家知道。例如说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在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感觉平淡无奇，但是被这样的人一讲出来，觉得说哇，你好会抓重点哦，没错，就是这个梗，你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我很有感觉，心有戚戚焉。所以呢，他这个人口才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妙语如珠，所以跟这人生活在一起呢，你会觉得很开心，而且呢，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说哇，他的讲话出来了，你会得到很多的资讯，很多的感觉长知识的。所以这样的人口才也是特别的好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聪明的像。既聪明，然后做事又很敏捷的，像这样的脸相呢，怎么样呢？就是耳垂一定要比较丰满一点点，而且比较结实。一家的耳垂蛮漂亮的。如果像那个展元哥的耳垂呢，其实真的很漂亮，因为他的耳垂呢是这个地方呢是朝向嘴巴的，它是往前这样垂过去的，这个叫做明珠朝海。只是你的耳垂还不够分明大颗。如果越大颗越好，所以耳垂是往前长的。这个会随着年龄，它会一直变大哦。会，它会一直长，耳垂是。所以展元哥的耳垂还算蛮厚实的。好，像这种耳垂呢，往嘴巴这样前面这样朝过去了，叫明珠朝海，代表这人呢口才真的是极佳，而且反应很快。目前到海边而已。对，没错。所以像刚展元哥说的，他可能在形容一个球赛，他可以有很多的形容词，而且他可以去很细心的体会在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然后把它呢转换成自己的语言，别人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太会讲话了，反应太快了。所以这种明珠朝海的一种格局呢，很适合当业务，很适合呢当演说家，因为太过生动。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就是属于一个逻辑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人生自己要什么，他都可以掌握得很清楚的人。好，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八面玲珑的面相。这样的面相呢是长怎样呢？就是嘴唇呢偏薄一点点，但是呢嘴巴比较大。我们展元哥就是大嘴巴，嘴巴比较宽的。对，你看那个脚的最边两个菱角哦，对，到这边拉好开哦，是，就是跨垂假细红啊，而且这就是那个微笑线超明显，很明显哦，这种也是标准的，就是呢很能言善道的。那嘴巴怎么样才算是比较大呢？就是看这个两个嘴角的地方，然后画一条虚线，如果有超过你的眼睛的这个黑眼球的地方，平齐就是大嘴巴了。那展元哥的话是有平齐的，刚好在眼珠正黑色的地方的中间画一条虚线下来，
有，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处事会比较圆滑一点点哦。但是呢，因为展元哥呢，他的下嘴唇比较偏厚一点点，代表什么呢？因为如果两个嘴唇呢是同等的厚度，代表说这样的人会比较不得罪人，比较圆滑。但是展元哥呢，因为是下唇比较厚，所以呢他会比较背负多一点的人情的压力，好，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在做人处事上面的时候，会比较呢会顾虑太多，好，那有时候可能顾虑多的时候，该真的要讲出来的话的时候，反而会在重要时刻会讲错话，好，但是呢基本上呢，平常来讲，讲话都是非常的动听，而且也很圆滑，然后朋友也是广结善缘型的，是哦，对，所以如果是下唇厚才有这种特质啦，嗯，他是属于下唇偏厚一点，是，他是个下唇比较厚道。对，比较厚道的那种，比较厚道一点，对对对。